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安兔 BB 极路科学。古代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，现在也有各种大力士，他们体型庞大，潜力大无穷。今天小编大家介绍这个可谓是大力士中的强人了，他就是人称巴基斯坦巨兽的哈亚特。现年25岁的哈亚特有一副比同龄人成熟很多的面孔，很多人见到他第一眼就被他庞大的体型震撼到了。身高1米9的哈亚特，体重却达到了436公斤，这问你吓人不吓人？外号绿巨人的他不仅体型吓人，这无穷力量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视频中哈亚特坐着和拖拉机拔河，居然可以做到纹丝不动，一手举起身边的人，这就是家常便饭。看到这里，你肯定觉得哈亚特空有蛮力，气势很笨拙。不过当看到下面这段他和摩托车赛跑的视频，相信你会对这位绿巨人有新的认识了。而力大无穷的哈亚特也有自己的梦想，他希望有一天可以进入 WWE 和摔角名将们比上一场。他的愿望会不会实现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